炸会打人，精通蛋糕甜点，好漂亮，我第一次看。还有凤梨耶，这什么时候发明可以这样做的？10年前。我凤梨十岁了，凤梨十岁了，香瓜几岁了？香瓜还没有做过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它的内馅，有馅是内馅，这个是它的中心棒。这个配色我好喜欢哦，这个配色是马卡龙啊。嗯，结婚者哎，这是你们做的？这个是百香果。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